大家好，欢迎再度收看股市强共哦。那今天的盘其实一早我就跟我的会员讲了，其实昨天晚上啊，说实在的啦，你真的看到那个盘，哇，美国股市又崩盘，对不对？美国股市又崩盘啊，那真的我睡觉之前看到应该道琼跌600点吧，那 Nasdaq 跌200多点，我看一看算了，去睡觉好了，也不用看嘛，对不对？这种盘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那我想大不了了，早上起来可能又崩个1000点好了，但是一早起来我看一下，哎，哦 ，Nasdaq 啊，费半都有收脚，对不对？打下来都有收脚，而最好的是道琼啊，道琼，所以一早上八点多我就发 caution 给我的会员了啊，道琼没有破低啊，科技股虽破低，但也有收脚。我说今天晚上美股大涨的机会高哦，那今天有开低走高的机会啊、哦。早上8:11了、哦、所以你说真的啦、哦、大盘怎么样啊、哦？这个趋势怎么样看啊、哦？或者产业怎么样看啊、哦？你真的要找对人啊、哦，不是每天在猜来猜去的。我、哦、说实在，你说这一波这样的一个汇率啊，或者说费的之乱啊，或者说俄乌的战争啊造成的影响，这个我们真的没办法啊。但是你说实实在在的，未来这个产业要怎么走哦、啊，甚至股市如何去抓它的咩咩嘎嘎？说真的啦啊，在这行20年的经验还是有用的啊，还是有用的。你看今天一早这个盘，对不对？你看创维一早，对不对？啊，立志一早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股票一早就拉了起来啊，爱普，对不对？群联啊，甚至我昨天提到的旺宏，有没有？我说昨天你看旺宏随便就拉了起来，今天还是开低走高啊。你要去砍在低档嘛？其实很多的产业其实真的都很好啊，就是没办法啦，你碰到大人打架嘛。那拜登可能，我是觉得他应该是有点老人痴呆症哦，真的，我觉得拜登应该是有点老人痴呆症。你看他很多的动作，很多的，对不对？什么跟空气握手啊，牵错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昨天好像又说喊一个已经过世的参议员的名字，一直在喊，一直在喊。啊，他真的就是心里啊，他真的已经，我觉得他当美国总统有问题了，真的有问题。因为你不可能说，当然他想要美国独大嘛，他希望普丁倒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他也希望中国被他，对不对？也被他拉下来嘛。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美国人就是要全球当老大嘛，哦，然后制造纷乱嘛。你世界越乱哦，那地方越乱，美国人更最好介入啊。他的兵力够强啊，又可以卖武器。但是你说把他的英国，对不对？把他最好的盟友英国搞到说，哇，今年可能英国人有些人不是饿死，要不然就冻死，那这就有问题了吧？可能脑袋就有问题了吧？对不对？你说你中东被你搞烂了、甚至未来可能台海制造纷乱等等的，对你来美国来讲不痛不痒、我们讲白的就是这样嘛。你看那个阿富汗的撤军有没有撤得多狠啊？很多人为了逃命、趴在飞机的运输机的机翼上面，然后你运输机就像飞到天上去，然后从几千公尺的高空一堆人这样掉下来，掉落到地面摔死的画面，我想几个月前大家还记忆犹新啊，你美国是这样搞的。但是如果说你连英国都不顾了，我是觉得是有点奇怪了、因为英国毕竟跟美国就是只要美国说什么，英国就一定是，对不对？跟哈巴狗一样嘛，就跟着美国走嘛。那这次搞到连英国都快倒了，那是蛮有趣的、所以我觉得拜登应该是头脑已经真的有点问题了、
啊，但是啦，你再怎么乱搞，我是觉得啦，毕竟啊，你说像美国股市嘛，你看昨天 Nasdaq 也是有破低，但是有收脚嘛，对不对？费半也是一样，但是道琼就没有破低嘛，有没有？我今天早上就特别看了一下，道琼没有破低啊。如果你把这个整个一个形态看出来，那有没有？它还算守住了，那你周线来看，周线来看，对不对？这个周线就没不行了，这么烂啊，红天雷还是蛮烂的，一个月那么贵啊。好了，那到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其实很多 IC 设计今天都红通通嘛，今天大部分 IC 都是开低走高了，对不对？智元也是嘛，联发科。对不对？这种联发科、瑞昱算是跌升的啊，所以你说真的有这么可怕吗？为什么这几天告诉你？我说其实碰到这种盘，我不是很害怕，我不是很害怕，只是说希望各位不要杀低股票。我说真的，你说很多老师在放空的，大部分都是空这种强势股啦。我讲难听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龙，看到这个龙剑就知道了嘛。因为弱势股没有券的嘛，很多弱势股没有券，这种强势股有券嘛，都空在强势股嘛，对不对？金星科，你看这个券到昨天还增加哦，那全部都被咬住了。你看这创意四星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这券上次输在最高点，这次又开始放空了，如果又被嘎上去了，放空的倒霉啊！哼，我只能说放空倒霉嘛，你去空小股票。然后又有产业的前景又比较好的股票，真的你放空就倒霉。所以下礼拜应该是个蛮好的大反弹的机会啦，大反弹的机会。那当然今天合一的法说嘛，好像到现在为止，我现在看刚才有看了一下啦，好像没有特别的大家期待的一个比较好的利多出来了。OK 啦，但是至少啦，好像他们总经理也说嘛，这个授权嘛，应该会给股东一个非常好的满意的结果，那所以就不用想太多，那就看下礼拜一这个大会战如何，看这个市场派，大家怎么看这次的法说嘛，就因为在这次的演讲会跟我的会员讲嘛，有一些东西嘛，我说其实有时候合一的法说嘛，也不用太相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新药的东西它就是很容易，怎么讲，都是 delay 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那时候有没有前阵子八大投顾有没有每个投顾老师都说哦，合一要拿到美国的医材有没有？你还记得吧？这一段六月份的时候有没有这一段？哇，每个都在讲合一。我说光是我认识的就好几个投顾老师也在讲合一啊。每个都在讲合一要拿到什么医材了，赶快都进来。这边有这边的故事，后来呢，崩下来破底了，没有人在讲，又变成我在讲，又变成只有我了。我不是觉得很好笑？你看那时候我都很冷，有没有？然后那时候有没有告诉各位，我都很冷啊，因为我知道的不是这样。很多事情。很多阿里不打的，对不对？造谣、吹牛，其实你们久了你们就知道了，就像这次北极星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看什么网络达人的，哇，越讲不越讲，真的有时候看看真的很可怜哎，我真的觉得说他不应该会跌成这样了。我说实在，他不应该会跌成这样，从232跌到今天还破底125啊，都快跌一半了。为什么会跌成这样？就第一个，在这边大家看太好嘛，又一堆达人嘛，在鼓吹嘛，对不对？而跌下来呢，大家又想当冲嘛，很多都想当冲赚钱。就是这样，人踩人啊，人踩人啊，但是。还好啦，我是觉得你说已经跌五成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这边差不多就慢慢的要止稳了啦，毕竟你说
合一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崩盘的时候？有啊，也是有啊，对不对？合一这几年好多次了啊、哦，这几年好多次来来回回的。所以生技股啊、哦，真的，我常讲啊、哦，为什么合一？我讲的很实话了啊、哦，你要在合一赚到钱不难，对不对？你要在合一赚点小钱，像今天你要做个小当冲都可以赚点小钱，不难，绝对不难。但是要在合一赚到大钱，哦，说真的，要在合一赚到大钱是很难的。你认不认同？要在合一赚钱会难吗？不会难啊，昨天去追一下就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我一个会员钱资金比较大的，昨天又买了150张啊，涨停板出，一天又赚多少钱？但是不是这样？我是说，这没有什么好比的啊、哦，真的没什么好比。重点是，大家都想在合一里面赚到什么大钱啊，这才是难的。我讲这样有没有道理？你要赚小钱，今天开低你买，说真的啦，那个237252，一张就赚10000多块，会难吗？10张就赚10几万，会难吗？不难的、啊。哦，但是为什么要做那么辛苦？大家都想在合一赚到大钱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说哦，500、1000，哦，3000、5000，大家都想这样。是不是这样讲？这就很难了、啊哦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、哦、这是没办法的，任何股票都是要天时地利人和，合一一样，合一也是一样，什么股票都一样的、哦、都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嘛。就你说大力光，对不对？哦、你金融海啸买，我这几天在东森特别讲嘛，我说鼓励大家不要杀低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看金融海啸买100多块嘛，对不对？200块，你搭上了这个整个一个镜头产业智慧型手机大成长的列车，200块涨到6000块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赚翻了，200万变成多少？6000万，2000万变成6亿。这个就难了，这真的很难。所以你说为什么合一，对不对？我要坚持，就像在演讲会告诉我的会员，真的终极目标嘛。那终极目标，你要赚，你说在合一赚钱会难的？不会啦。你要当冲也可以，你要赚点小波段也可以，怎么会难呢？对不对？但是难就是你想要赚大钱，你想要让会员赚更多的钱，这个就是很难的。因为很多时间点都会延后，很多时间点都会 delay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如果盘又不好，对不对？那甚至有些造谣的。造谣的，其实我说实在啦，你说酸民，对酸民其实没什么力量啊。我讲难听一点啊，很多造谣的领便当的说吃 S 的那些人都没什么力量，他们只是小丑或者会有报应的人而已。对，就像这边前阵子应该跌到150几吧，150几还是150几，对，我会员给我看嘛，我会员就说老师，很多人说那个总经理在偷卖股票，合一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呢？他们在申报转让吗？大概卖在170还是190，我忘记了，有没有？不是网络上吸 money 一堆吗？一堆人说总经理在偷卖股票，合一完蛋了，这家公司完蛋了，有没有？很多人在造这个谣。我说实在话啦，人家正常的理财，对不对？你一个总经理那么笨啊，
会在卖股票然后让股票跌吗？如果你卖在高档股票跌，那个总经理、哦、真的是太笨了，我只能这样讲了。一个上市公司总经理做到那么笨，公开的卖股票卖在高档，然后股票都崩盘，那太笨了，那真的会被人家千夫所指。所以很多人很多造谣，那时候不是跌到150、160，哦，总经理都在卖股票的，何以死定了，有没有？你还记得吧？那、啊、不是后来涨到300，而、啊、真正涨到300。所以哦，真的饭可以吃了啊，谣言不要乱造了啊。虽然就算现世不报，也会报在，对不对 ？Maybe 你的来世或者你的下一代身上啊。但是人要做好事，那这合一本来就这样嘛。我常讲，真的在高平啊、哦。真的是很妖嘛，太多人了，就像昨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会员又在问老师，隔日冲那么多怎么办？啊，隔日冲归隔日冲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凯基台北、土城永林、松山哥，很多啊，还有一些小的隔日冲很多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他们有他们的做法，但是呢？但是你要看大鱼怎么想，我常讲你要看看的是大鲨鱼怎么想，在合一里面，能决定合一的走势的是这只大鲨鱼，是这只大鲨鱼，我说这次的大会战，对不对？这次的大会战很有趣，所以为什么我？真的要办演讲，而且演讲会来的大部分都是我的会员，没有老师办演讲会来的都是会员，我跟你讲了，对，你们有参加投顾老师办的说明会应该都很清楚嘛，大部分会员没多少的都是新的人来，为了收会员，对不对？为了收新的嘛。啊、为什么我要办演讲会？为什么我要面对面跟我的会员沟通，还告诉他们，对不对？很多的合一的故事，因为合一不好做，这个股票真的不好做，但是它又很迷人，它有很多的机会，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就像这次的筹码，大会战的筹码，还有终极的目标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我就觉得太多了啦，这些很多根本就不知道嘛，大部分都不知道嘛。就像这几天来新加入的啊，有些人也是合一买了很久啊，他也想知道啊，我都亲自的打电话跟他们报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越了解。就像开车的时候，你越了解你的目的地在哪里，你看得越远，你出错的机会就少了，是不是这样讲？你如果可以看100公尺，这从这边从你的车头到100公尺，所有的路况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都知道，你当然会很安全。那如果说你只每天都你每次开车就看你车头前面的路，突然眼边有一个人突然冲出来，或者对不对？突然前面有一个路障一个落石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一定是出车祸嘛。所以为什么我常讲说做股票，我们要先看未来几年这家公司的发展性有没有机会。如果它有机会，就算你碰到股灾，真的你。不需要说很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股灾只是短暂的啊，就像说，常常有一句话讲啊，新手怕急跌，但是老手怕什么？老手怕盘跌。我说真的，我不怕指数这样子一下子崩得很快啊。有时候你看指数啊，指数这样崩啊，
对不对？你看这样狂崩、哦、崩得很快的时候，尤其是到最后崩得很快的时候，它就容易酝酿反弹，有没有？然后最后赶底这种崩得很快的时候，它都会酝酿反弹。你不怕这种、啊、你怕的是什么？那种慢慢的、慢性的自杀。哦，很多时候你看像这种，有没有8523的时候也是崩得很快，但是呢，一个月结束了，一个月结束之后，哇，弹上去更凶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怕的是怎么样的盘点？哦，是这种很缓慢的哦，很缓慢的哦，很缓慢的点。你看啊、哦，这是103年啊，有没有？你看每次到最后末跌段，有没有这个指数崩跌的速度都很快？哦，速度很快的时候就会大反弹，就会大反攻，有没有？这是在103年的时候啊。哦都一样哦，你看指数都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刚开始都缓跌了，刚开始你看不出来，慢慢跌，慢慢跌，慢慢跌，哦，慢慢跌，慢慢跌，当然慢慢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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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但是说最后一段都是怎样？恐慌的下杀，有没有？哇，指数越跌越多，但是呢，长黑 K 棒出来，哇，就是低点，有没有？哦，10000点跌到7600，哎，开始至少有个反弹，哎。股票市场是这样，到最后大家最恐慌崩跌的时候，哦，崩跌的时候，其实它代表说味道出来了，味道出来，像这一次也是一样，哦，当然我不敢说这边完全是底部啦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这个普丁嘛，对不对？俄乌的战争嘛，啊、哦，那当然你说。美中的关系嘛，这个也是有点麻烦、哦、但是你至少说电子股一定会先做个反弹嘛，然后再看各家公司未来车电的状况或者营运的状况、哦、车电一定好嘛，台积电一定好嘛、哦、那生技股是比较不受影响嘛、哦、生技股是绝对就你只要拿到药证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授权金好，你看那时候药华药有没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，200块涨到600块，那时候大盘跌多少？今天大盘跌多少？从1800跌到了，跌到1300哎，跌5000点，你药华药有没有跌？没跌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你真的生技股有这个好处了啊、哦，合一当然合一自己的路了啊、哦。那我常讲，真的合一不好做了啊、哦。我说实在真的。这家公司也是很有趣的股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好，但是好中，对不对？又有很多的，怎么讲？很多的辛苦的地方嘛，啊、哦，比如药证的申请啊，或者很多的参与者，哦，大家都想赚钱，哦，甚至还有造谣的，还有诈骗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隔日冲。哦，对不对？还有放空的、哦、都有、哦、我说做多做空我都不会有意见、哦、但是就不要造谣，也不要诈骗、哦、所以真的啊、哦，那个要赚大钱，真的要有耐心、啊哦、甚至要有信念、啊哦、那当然，如果说不对的时候，当然我也会带我的会员跑啊，对不对？哦、我也不是呆子、啊、是不是？我说过了，我也不会说、哦、对，当高档爆量的时候我还要带着会员傻傻的留着、哦、头壳坏掉、哦、对不对、哦、就像那时候有没有台湾药证这边嘛，有没有高档爆量的时候、哦、对不对？这边两次高档爆量我当然跑啊，一定要调的嘛，对不对？来回做又可以降低好多成本、哦、所以真的啦、哦、每次的一个题材都不一样，每次的筹码都不一样。当然啦、哦、我们也是祝福合一啦、哦、也希望合一早日达到他的目标，对不对？你说授权金，对不对？授权金好谈得好一点吗、哦、当然授权金有授权金的故事啦，我也跟我的会员讲过了、哦、对不对？那大陆药证赶快来嘛，对不对、哦、趁着这一波好好的，对不对？扬眉吐气一下、哦、好不好？
有合一的也认同我们的操作的，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了啊。合一绝对是好公司啦，合一绝对也是值得期待的，合一绝对也会有很大的目标啦，那但是真的啦，我常讲你要赚小钱很简单啦，没什么好炫耀，但是真的要在合一赚到大钱真的是要很辛苦，那认同的都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，好不好？好好把握这样机会啦，三个名额，最后三个名额，也祝各位操作顺利赚大钱，下礼拜再会，拜拜。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